走进萌宠世界，发现更多乐趣。哈喽，这里是萌宠俱乐会，我是小小。都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伙伴，柴犬还被称为狗界的暖男。视频中，小宝宝醒来之后就开始大哭起来，柴犬看到宝宝哭后瞬间就慌了，一脸懵的站在沙发上看着小主人哭。看小宝宝哭个不停，狗狗就立马跳下沙发跑到小主人身边，然后就将爪子搭了上去，还用舌头不停地舔舐着小宝宝的手。没过一会儿，小宝宝就不哭了，好像是得到了安慰一样。无独有偶，下面这位小宝宝睡醒之后找不到妈妈，就开始大哭起来。只见狗狗明显没有睡醒的样子，伸着懒腰就站了起来，接着就走到小宝宝面前，将爪子搭在栅栏上，嘴巴不停地舔着小宝宝，好像在说：“小主人不要哭，有我在呢。”见小宝宝停止哭泣之后，就又趴在毯子上。不得不说，狗狗的举动真是太暖心了。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留言互动，小小会每天翻看连续回复哦。想看更多优质视频，请点击左下。